大家好，我是阿妹。看我今天又买了什么？老公这两天又馋了，今天去直接上买两个大新鲜的猪肺，看看好不好？特别的新鲜，而且特别的大。今天又够他大馋一顿了。然后我们先卤，然后再炒。走，坐起来。我们先把猪肺给清洗清洗啊，把它洗干净一点。实不相瞒啊，这个猪肺有点味道，腥腥的味道。但是做出来就特别香，行，一会儿你多吃点香，嗯，然后都给你啊，嗯，你一会儿你多吃一点，你给你补补，这是给你买的，又不是给我买的，行了，洗干净的猪肺，我们改下刀，切的稍微小一点啊。给朋友们展示一下这个猪的肺活量，看看，你看一按压。灰弹特别厉害，肺活量肯定非常的不错。哎呀，哎，你小时候体检的时候肺活量高吗？应该是比你厉害一点。我每次体检的时候，小学时候都是班里第一、第二，特厉害，不愧我长着一身肉，然后肺活量都是班里第一、第二名，非常的高，知道吧？那你该学举重去啊。我就想学举重呢，当时。那个特殊情况没学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是举重冠军了，你不知道吧？你现在也可以去，然后行，为祖国争光。你给我那个交学费，知道吧？哈，那我就去。为啥不去呢？你只要不交学费就去。放入锅中，这手感真的是没谁了，真的特别舒服。葱姜、白酒去腥，加入清水啊，没过猪肺，盖上盖子啊，焯水。开大火，煮开就可以了。煮开了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捞出来清洗啊。不是感觉怎么这个没有缩小呀？人家别人家做的都缩小了，你看我家的，可能是真材实料，没有灌过水的，知道吧？看着有点像人脑子，吓人。是吧？我感觉也挺奇葩的。不过这块挺像干货的，干。接下来改刀，切成薄厚均匀的片，也不需要太薄啊。太薄的话，煮的过程中会碎。你看这个，真的像猪肝啊，形状特别特别像，真好看，都不舍得切了我。猪肺全部放入锅中啊，香料啊，干辣椒、香叶，然后是花椒、八角、小茴香、葱段、姜片、白酒去腥。加入清水啊，没过猪肺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焖煮个30分钟左右。戴眼镜啦，那么帅啊！带妈给看看，戴眼镜给妈看看。戴上，哦，戴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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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帮你戴，姐姐帮你戴。呀，很帅的帅哥嘛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戴眼镜，扮演黑社会。帅帅吗？帅帅吗？哇，小帅哥呀！爹的，傻子。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，蒜苔切成长端，这里也可以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菜哦。煮好了，我们把它捞出来。装入盆中，这个小狒狒还果真挺多的嘛，你看，还没有变小。是的，卤过之后还是没有变小。油热以后，倒入干辣椒、葱、姜、蒜，炒出香味儿。蒜苔倒入锅中，翻炒至断生，然后再把狒狒倒入锅中。看着像炒牛肉。对。你是不是馋牛肉了？行，最近给你安排上。食盐2勺，味精1勺增鲜，13香，香米辣倒入锅中，蚝油，老抽少许上色啊，生抽，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啊。哎呀，真挺香的嘛。老婆。干嘛？
是不是做好了？没呢。我要闻到香味儿，还骗我啊？骗你，天天狗鼻子知道吧？一吃你就特别在行，刚炒好你就来了。那作业有人。是吧？快拿盘子去。天天吃特管知道吧？啊，盛出来。我给你装吧。你走，我干嘛去了？我都开始装了，你再给装。哎呦。和老婆一起吃狒狒是啥感觉？老婆享受的感觉。和你坐在一起吃行不行？嗯。啊。嗯。狒狒。狒狒。狒狒。嗯。恋爱的感觉。嗯。老婆，看我给你下面怎么样？不错，我爱心蛋了。嗯。嗯，好吧。来一个，补补。挺严重。吃一两个就可以，这一盘都是我的。行。知道吗？嗯。吃那么多干嘛？天天。嗯。特别有嚼劲的，和肉一样。嗯。嗯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我就可以喝一点了。嗯。这猪肺，嗯，便宜还好吃，嗯，哎，过两天咱们来一个牛肺怎么样？牛肺，嗯，太大了吧？这猪肺都好大的，牛肺更大。这猪肺都挺好，这牛肺我感觉更嚼劲呀。对啊，可是我这顿还没吃完，想又想下顿。你今天真是的，啊，说大块补补，嗯。嗯，好吃吗？嗯，蒜苔没好吃，青菜留给你吃。行，我减肥。嗯，真香。好吃吗？还行吧，我刚才吃过一个，很好吃，和肉肉一样感觉。嗯。看上你哥喜欢吃呀，还给我安排牛肺。嗯，证明做好吃，下次多搞一点。行。你开心呢？你看你，嗯、吃东西最开心了、嗯、是吧？嗯。使劲嚼一嚼，特别的香，知道？越嚼越香。嗯。再来口面条。嗯。这个猪肺肺配上面条吃太过瘾了、嗯、知道吗？嗯，你又该刮胡子了，大哥。来个蛋蛋。嗯，哇，这盘子让你吃了嘞，你真厉害。做出来比儿子留着点。嗯，是的。好东西要一起分享，知道吧？嗯，臭蛋蛋，哎呀，你今天做的流血蛋蛋吗？嗯，爱心蛋蛋，是吧？好了，家人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